因为爱抚和呻吟是我神圣的职业。我看你就是今夜的钢刀，让我卸下衣裳，成为你甜甜的水梨。李四，这美丽的薄膜我从妇科医院买来，一张2000，今夜就转卖给你吧，一张4000。这世上最好的一张证书，能说出我一生的贞洁。所以你不要用火问我有没有真情真爱，灯熄后，会掉在床单上的2-3片鲜红的枫叶，能证明一切。亲爱的李四，你不知道这辉煌的证书，我已用过5张。10年后，如果你再来，我仍然是你永远的处女。